OK，你们做到怎样了？你们的 Ecuador 的运动如意好了吗？OK，是可能我们先讨论 Ecuador 的运动如意。OK，所以我这里会 share 我的 screen。OK，所以Ecuadorian 的运动如意，OK，它的 format 就是你们记得就是 Jalan，然后减 cos Jalan 算出你的运动加啥，OK，然后勾加哈些减 Belanger。OK，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 Jalan，所以它的 Jalan 这里是。198500，然后加4000，随便202500。哎，这个202500就是刚刚有 show 给你们看了，因为有一张 Nota Debit。OK，然后过后要减你的 cost Jalan。OK，你的 cost Jalan 这里 inventory hour 是24000。OK，就是这个 inventory 把它印出来。OK，然后过后加 billion，那 billion 是12000扣减200，这个200是因为它的 unbalance，所以你 billion 变19800，然后过后减布兰恩 billion，你们记得布兰恩的话一定是跟你的 billion 或者是 Jalan 相反位置了，所以 billion 在 debit。不然，billion 一定是在 credit，OK，、所以你看 credit 这里350，所以你的 billion 不是119450，OK，所以它这里没有 ungutamasu duty import 那些，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你的 billion 不是加 inventory hour 变成 cost barang untuk dijual，OK，所以这个 cost barang untuk dijual 其实它讲的就是。你现在手上有的货可以拿来卖出去的，OK，然后过后你再减 inventory 啊嘿，我没有算了它的号码21390，所以你的 cost balance 是12200，就是你拿 cost balance to draw 减 inventory 啊嘿，然后够你拿 draw line 减 cost balance，你就算到运动加沙80440。OK，那接下来你要加哈些，你哈些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的胡丹拉布，OK，胡丹拉布布雷不是胡丹拉布，OK，胡丹拉布布雷是460加400，然后胡丹拉古我们也是有算了是496，OK，所以你拿运动袈裟加哈些，你算到81796。然后过后你的 Belanger，这个 Belanger Faedah atas pinjaman，我刚刚有 show 了这个新的算法给你们，OK，然后 Belanger membagi alatan pejabat，820加150，OK，或者是你其实你可以只是写 Belanger membagi 就好了，因为它的题目这里它只是放 Belanger membagi。OK，logo 是你来冷加班，这个你要自己算。OK，就是还是 bagi perkurangan 呢，所以你拿3万减3000。
哎，老高叔叔，你来 Brabo 6400乘15%。OK，然后他这里应该少了一个东西，他少了这个，叔叔你来阿拉丹布加巴。OK，我要研究一下，看怎么好的这里，没有放叔叔，你来跟叔叔来的公布。OK，这个阿拉丹巴加巴的，我们先暂时放着，我下个星期会跟你们讲什么原因。OK，然后其他的布兰哲，就是卡拉瓦然布丹拉布。布兰哲，这些你都可以从英文跟读个拿。哎，这些都没有做布拉拉山，所以你直接放进去吧。OK，insurance，然后 promosi discoverability gaji 跟 server。哎，这些你都可以在你的英文跟读个拿到，所以你总共的布兰哲是得32640。然后你的运动 basis 是49156。OK，这个阿拉丹布加巴的。OK，为什么这个阿拉丹布加巴他没有放他没有叔叔你来？因为你们看马路马坦巴汉奇。OK，这个阿拉丹布加巴是迪布利巴的20June2021，所以他买的日期只有10天，还没有到1个月，所以因为他是新买的阿拉丹布加巴，所以我们不需要计算他的叔叔尼来。OK，所以他这个答案是对的，就是这个阿拉丹布加巴没有叔叔尼来。OK，所以你算出来的运动 basis 是这个49156。OK，有什么问题吗？OK，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OK，然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留下来问的。OK。